妈，这爸生病了，这大哥二哥他们都不管，我这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我拿钱不太合适吧？不借就不借吧，妈再去想想别的办法吧，这点菜你就留着吧。妈，这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这东西在我们超市都能买得到，你没看见雪松他都生气了吗？既然妈都拿过来了，你就留着吧。哎呀妈，我不要，你快走吧，快走吧。哎，老婆，妈她怎么走了？老公，你这是